同学们，佛翻的第七课呢，马拉玛格阿拉格斯讲的啊，迈向国家的繁荣呢，在那里的布尼嘎热呢，里面呢就有五大元素我们要背。那要怎样上进佛翻的第七课的重点呢？这里有五个重点要记，分别是 liberal 自由 ，democracy 民主 ，progressive 进步 ，ideal 公平，跟 brotherhood 团结。那要怎样马上记得呢？同学们看，这是一个牙签，你看，咬断了。这是高手，你看，这是。很多的筷子哦，你看，当我们团结起来呢，刘斌，证明他没有管理地，是重质量。好，那看完刚才那个故事呢，我要告诉大家他的记忆法叫做 Lelaki dan perempuan akan bersatu， 男生女生都要齐心协力。那 Lelaki 呢是 liberal， dan 呢是 democratic， 然后 perempuan 呢是 progressive， akan 是 idea 跟 bersatu， 你有没有记得呢？马上学起来吧。Yes!